会不会好一点？就是组装也是安装吧，是吧？啊，对，跟安装现场差不多。嗯。这边是一个补水箱，然后水泵。对，必须的。这是蒸汽过滤，必须这样测试。那冷凝器也必须加上吗？这是测试的时候必须要加上。测效率的，热效率。测效率的。哦。看这样的话，按起来也不简单，也很简单。就是组装一下。对啊，就是把它放到那个叫地基打好了。我不要叫。放地基上。像我们锅炉里面就是四阀门。啊。这是安装材料，从这里开始就是安装材料了。啊。这省煤气的热量，然后回到锅炉里面加热水，这省煤气的作用。哎，我咋没见那个回水还没连好了是吧？哎，连好了，这个就是回水。啊，它那个是暖管的，不是人暖和的啊，暖和啊。这个是什么？这烟气从那儿进来，然后从那儿排出去。对，这边烟道。啊，连储烟气。储烟气，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储烟气。啊，没事，我搁这先看看。到时候往哪儿轮那个风墙？就是里面锅炉里面的，这个你看不到是吧？还是得从那个炉门口可以看见。啊，这个已经轮了吗？这个好像是轮了，我看一下。这已经轮过了。哪个是啊？哪个是啊？就下面，本来是锅炉下面是一个通的，可以看见那边。啊。现在已经轮过。现在已经轮过来就看不见了。对，跟锅炉里面这个上下是平行的，锅炉里面这一块转，这一层转。每台蒸汽锅炉都得经过现场测试。对，测试，然后是测试过之后，让供检所来看，然后烧一小时，就蒸汽量达不到。你等于说供检所还是挺麻烦的。对。那你们现在出口的门都不需要过？不需要过检。那也得，万一有问题，也得需要测试。只不过不让过检所过来，不用找这个过检所盖章了。过检所他不过来，他不吃饭。对，现在可以说过检所就在离我们不远，他们直接开车就过来了。开车也就是三分钟就到了。这边就是锅炉的地基。就是锅炉就下两个梁。然后是锅炉直接放上去，开始垒这个挡风墙。